乡亲们，今天给大家亮个绝活。掌声！哎呦，哎呦！好，彭教授，我们彭老师手里这两串玉米，有没有想要的朋友们？啊，这样，好，好，我们祖蓝老师来了，手里还托着两个鹅蛋。 祖蓝，把那个鹅蛋扔出去，看他们谁要。送出去吧。哦，有请我们的阿姨们，看到的是我们的烟台苹果，咱们五龙河的鹅蛋，莱阳的芋头，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的莱阳梨，现在待在的是我们的秋叶梨，想不想吃？